通常好啦，有人突然很紧张，我心跳现在大概有200吧，对，很多人做的是不太适应这样，原来我怎么那么上相之类的。对啊，好啦，跟就是大家早安一下，各位早安。好，非常大家非常有精神。那我今天就是那个廖素文老师，今天一早就来了，然后搬了很多给息，然后包含是后面的铺幕，然后害我以为他等一下要变出一个兔子或鸽子之类的。哇，结果我们变出个美女。谢谢。然后就是今天真的很开心见到很多熟的面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新的面孔啊，就是也非常欢迎你们来这样子。但就是今年一整年的课程，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课程，那当然就是已经到年底了，比较尾声了，所以我们课程工作坊跟基础就大概是到这个月就差不多结束了。其他课程你们真的很幸运，因为这堂课几乎是电话一直来问我们还有没有名额，所以你们非常非常的幸运有报名到这次的课程。对，那就是也算是我们今年最终场的。对，那如果压轴，对，要是老师是压轴，然后如果觉得今天课程不错的话，也就是帮我们写一下回馈，然后觉得老师不错，想再邀请，也跟我们说这样。因为今天我自己看到这些老师非常用心，准备了很多就是给息啊，然后就是也弄了很多东西，就是觉得说哦，老师真的很用心。那其实老师之前对，容我介绍一下老师，就是他之前就是有带很多学生来就是参访，那他主要现在有在建立一个教学的平台，那待会由老师自己介绍啦。那过去的话其实有在岭东然后中正然后等其他的大专院校来做一个兼职的讲师，那他非常的有就是这个领域的专业，那待会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他好好学习。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今天有蛮多第一次来的，所以我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这边是那个劳动部的中彰投分署，那这个地方呢是创客基地，那你们未来就是可以有很多的课程都可以来做参与，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大家也就是免费的资源嘛，就是尽量呢可以大家都非常好，都准时抵达。后面有一个比较晚的被我抓到，对，就是大家记得要准时啊，然后这样课程才会跟上进度。那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多的课程跟一些资讯讲座的话，其实都会寄给大家。那如果有需要什么创业咨询啊、职涯咨询，我们中心有在做一个这样的服务，那都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来这边参与我们的活动。对，那好了，我不要说太多，因为就是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是网红很开心，所以讲的比较多一点啊。对啊，就欢迎大家。那我们最重要的今天就是我们欢迎我们的廖素文老师。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哈，我们那个办公室那边有那个蓝骨头有没有？我特别有放在那个上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来这边办公室是蛮方便的哦，就那边你要看书什么，所以我就把那个蓝骨头就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玩的那个实用 3D， 你看我们把它拿来当做这种虚拟摄影棚的背景还不错吧，你可以自己玩，对不对？比较好玩啊，不然你以为都做老是做室内设计。好，那其实现在我上课，其实我现场呢其实也可以这样做，就好像去摄影棚一样。那其实我这个学期我有远距的课程，像台东的，然后还有这礼拜开始有那种18个来自18个不同地方的远距的课，我就这样上就好。但是我们要在家上课，不要再跑去摄影棚，麻烦，在家上课就有这种 feel 了。这样了解？你看现场的设备，我们就让它曝光一下也没关系。你只在乎这块布而已，所以今天这块布拿回家你就成为网红这样。哎呀，这块布我去激光街买的。哦，你有多少钱？一百块你来开店。哦，这样就没行情的。这哦，450啊，7-8，因为其实布事实上比600公分，你如果买短一点的，那就比较便宜。
就比较便宜。我是比较长的，等于 double 了，高度是300，高度300，因为有时候不同地方要稍微长一点点。那不过我买这个布是比较特别一点，您怎样等到有跟头刀嘛？啊，你唔捌看过迄个广告？但是现在电脑也要进步，因为我是去技光街那边买的啦。技光街那边不是有很好几家布庄吗？现在比较少，但是以前比较多、哦、但是我是带这台电脑去买布的、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把现场装起来啊，然后跟老板娘讲我要买布啊，现场试啊，试 OK 我才买啊，这样有挑嘛吼？唔捌有，我们好给你，我们捌拄着讲有人用安尼买布的，啊，我讲好，啊，无咱来试，马上测现场测一下，所以我买两块布，一块蓝色，一块绿色，哎。所以主要是颜色吗？如果你要拍人的话，就是以我们讲的蓝色跟绿色为主，所以你看这个电影、电视或者一般像照相馆，主要拍人是这个。当然照相馆因为它没有不见得一定要去背，像我们这样即使去背，所以就不见得一定要用蓝色或绿幕，好，但是拍电影电视的一定是要这个，所以你去如果去那个他们那个摄影棚仔细看就是这样子，哎，就是这样子，所以下次记得自己带你的 notebook 装了这个软体就可以去买布了，不要问我说要什么颜色的，现场试看看，你觉得好的你再买，不好的因为我大概试了大概10款左右，哈哈哈哈，我就奇怪，哦，这不用你，这好过不摆好，阿哥我阿哥我，我只跟他讲说我要怎么样子的，好，但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去买，网络上买也好，你买那种专业的这种所谓蓝幕绿幕，至少都2000块起跳，但是这个我们不用啊，其实我们这个拉开之后，你知道我后面是什么吗？啊？对啊，你怎么那么聪明？不用。不要上课的时候可以拿来放衣服嘛，啊，那我简单吼，说好 ，OK， 所以简单给各位这样参考一下。